蹒跚步履笑着回忆。还有吗？青石的炫耀唱着 Window 下。不知道 hiphop 会变成什么面貌，也以奔波的生活等到以后才能变，以后的日子我们每天都能见，哎，回忆的碎片玩不下要踩。我写给你的信等到了。Hello，阿格里老师你好。Hello, 阿格里老师你好。你好你好火火，你好抑郁，欢迎。你好我好像是第几次啊，阿格里老师忘了，主要就当第一次吧。没有没有，我这点了去，我随便点了去。随便。阿格里老师说我是随便进来。不是我说我现在是。咱们是怎么说玩一把吗？是怎么说？对可以啊，随便玩一把。我在这里可以啊。但要不阿格里老师你再邀请一位朋友。你们找吧，我没什么朋友。没什么朋友啊？嗯，我挺孤独的。好像大家都一样啊，很寂寞。我的是主人是左手跟右手这种。恭喜左手升九级。左手跟右手玩。你们关系肯定好。包的包的很快。哎呦陆哥你这不都是熟人吗？我的天哪，唱歌吗？这不都是熟人吗？我的天哪。晚上好 OK 晚上好。一路生花是什么？是歌吧。哦对，我惩罚忘做了。天，惩不惩罚？我忘把那个顶子那个东西挂出来了，等一下。你瞅，你看，横幅是吧？你瞅瞅，忘了，能不能把一路生花的光满？一开播就是没什么那个什么的。你差不多了，椰子水都没让你买呢，你叫唤你。什么有？这是啥意思啊？我不给你买还是咋的了？我这说实话，我看你那么节约，我寻思我也不忍心。火速发我，这个是啥意思啊，陆哥？这个。啊，这个是啥意思啊？一路、哦、没事没事把没事一路神话装满，没事。我是不是把顶子的 V 叉删了呀？我怎么找不着他了呀？我每次让你们看下去，我现在不是放开了吗？云顶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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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我看到。那我们玩什么？玩一个浅浅的奖励。都可以。啊。都行。玩什么都可以，玩什么都可以。那要不玩我吧？你真是饿了，你真是饿了，抑郁。我晚上吃过了，但是还是没吃饱。我打榜十或者打个什么也可以啊，玩一下。行，可以吗？来，我都可以，来吧。那打榜十吧，宝子们。来吧。来吧，哎，真烦，挡住我这张半张脸。来吧，哇哦，来吧，宝子们，我好帅啊，我靠！来，宝子们，那我们先把先首次闭麦了是吧？啊，对，我开始了是吧？榜十啊，姐姐们，咱们打榜十啊。OK， 那闭了。哎呀，把这个图挂出来，真的是。把帅气的脸都挡住了。我们打榜十啊，家们，而且这个图做的也变态，你知道吗？《鹿鼎记》，我真服了。女孩看过来看着我，别再盯着镜子盯着自己手机摄像头，我总说可能问题源于你的。他还当上韦小宝了，你说呢？还好总说你正在衰老，害怕我会被拐跑。我从没忘记爱慕你的初衷，迷恋你的特别，尽管我们都很普通。我这辈子我还没体验过韦小宝的快乐，他们俩先体验上了。你说实话没经历也不谢，嘟嘟谢绝育啊，谢做家门小礼物啊，谢不用背。岁月划过指尖，一切像梦境实现，就算被苦痛肆虐那也是很。谢不要在乎啊，谢我们现在拥有所有，就像埋下了火种。五六个惩罚就做一个，我的视频现在我为你歌，我明天就拍段子啊。
明天我拍段子，以后咱们就变成段子主播。就只管牵着我走。我都欠谁的？我欠，我是有一个肉夹馍是吧？还有西瓜那个，还有啥来着？你的自然，你的优雅，我会大声向你表白，虽然肉麻，但你了解我的，这不是冲动就。哦，蛋炒饭是吧？哦，蛋炒饭。还有啥？晚安大小姐。本就深刻的我们在更加深，这都是我的，这都是我的感情在。看遍时间冷暖，感悟生灵无法分类，多少次相互顾，多少次努力也不能美，即使一分之一的几率，想想有多珍贵，再不是 window。 那咱就明天那啥吧，明天咱就也明天还不行啊，明天26号，明天要上麦呀、啊。哦，明天28号，明天不比赛了吗？明天不行，明天拍不了。哎，这明天要得上名次了，那个尴尬。谢叮叮叮当啊，谢谢。谢叮当当会员啊，谢。谢金主啊，谢。谢北城的会员啊，咱们会员其实也可以续续了。我发现那个会员群怎么，我感觉一眨眼每天都往下掉人呢，这不续了吗？不会就是纯为了奔着那个会员礼物吧？夏波斯特升八级啊，谢，瞎撸啊。我是开了年会员是吧？哎呦，瞧我这小嘴，不好意思。谢随缘安啊，谢。哎，我换一首歌，这歌有点吵呢，有点。感情就像天气，有时出去玩回来，你可说呢？你说上趟山西去了，哎，那是这多少了？100多，快奔180了。这一回来，啪，165，给我整的挺犹豫的。你这怎么？是丽丽哪儿做的不好吗？是。打榜十啊，打榜十，咱现在榜十，谢江江，谢江，哎呀，不是那意思啊，谢江江会员，哎，整的像钥匙的。谢谢啊，谢比心兔兔，谢这个香菜炒肉啊。榜十现在是415。谢清欢升12级，谢精神发呆会员啊，谢。这次就怪我自己太不小心，但下次 baby。 谢勿念啊，谢多多，谢彪菜，我谢阿鲁，谢金左抖抖红装阿波斯特勿念比巴博绝育啊，谢所有家们支持，谢你们，杀 Q 杀 Q 啊。真不一定，这路子干啥去了？谢家人们，谢家人们，第二个了，第二已经很棒了，咱们就很少打这种，看不清楚啊。主要是有个这样猪脑子一样的主播，这路子干算不明白啊！你骂我猪脑子，对你说的太对了，火火。不过已经尽力了。路叔，火火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就是猪脑子。路叔搁那上厕所呢，路啊！我看见了，兄弟们。谢无意会员啊。Hello。我都没看懂。路啊。没看懂。Hello。上厕所呢，路啊，在上厕所吗？啊，谁啊？陆哥。谢无意升13级啊，陆哥，谢。陆啊，有声音了吗？啊，我都没看懂，我都不知道报哪个。你看人家打 PK， 这溜达就打完了，你说你。哎，还在溜达吗？不是，怎么在9级啊？他怎么走来走去了呀？怎么 ？Hello！哎，陆，不是，我刚刚你那个厕所是在就在你那个房间里面吗？怎么往？没有，没在房间里面。怎么往那饭桌？所以你刚刚那个动作是在拉拉链吗？怎么往那个饭桌子上？我操！我还穿着肚。没事，还行，
啥也看不见，其实。我说那怎么你刚刚那个人走来走去的？我还说呢，我说那路打个 PK， 溜达溜达就打完了，就那个。不是不是，我最后打完的时候我去上厕所了。哦，那看榜十嘛。榜十我是300多，好像是第二，应该是。不是599，我最后一名，我做惩罚吧。我470。啊，你470？不是。那你第三，不然你第二，我第三。这么厉害吗？对。我们应该是第三。嗯，啊，一二罚三四是吧？李老师应该是，对对对，来吧来吧，谁最高啊？我最高啊，我最低，我，你多少啊？你多钱啊？599。啊，那你唱吧，你唱吧，给你刷歌单了，你唱吧。唱十首，好，我唱十首，我一会儿唱十首，锁定直播间，我一会儿唱十首，快。那咱们怎么惩罚呀？锁定我直播间。随便怎么惩罚，来尽情的惩罚我吧。我们第二还是第几啊？一二惩罚三四吗？还是怎么说？300多对。嗯，刚刚我必须来感谢一波哥哥们的家人们啊。咱在一二惩罚三四吗？怎么说啊？行啊，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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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然刚刚我加成都过不了。那第一名你挑吧。第二，我们第二。我要活活宝贝。好好。嗯，那就阿哥，那我那要我呗，我要以鱼，嗯，好，嗯，哎呀，怎么说，阿哥，真海量啊，这水喝在喝啥呀？这，来盖一下，嗯、哦，这是喝水啊，哎呀，你不瓶盖在喝水，真海量，不然，这是海量，瓶盖，二锅头，又整上汾酒了又。啊、等一下，丽老师是300多还是400多？470是吗？啊，我470啊，第十名啊。对啊，第十名470啊，是吗？你这货真价实啊，470。OK， 行，我们这是不是470？是的，是。那我们这边有延迟，我们家弹幕有说300多，有说400多的，那应该是我们是。你看我这470真真的，你说。OK， 来吧。嗯。哎呀，那我就是你这个舞台后边能不能贴图片呀？谁舞台后面？就是火火啊，火火这个舞台后面。还可以贴你的自拍吗？这不是，肯定不是自拍。我还有你的腹肌照发给我吧。例会，能贴吗？可以啊。舞台后边可以贴，可以贴。太好了，你现在发给我，直接给你摆上来。哇去，太好了，好高级呀、啊！以后就是唱的歌都是给我唱的了。怎么贴的？我见识一下。我的天哪，如听仙乐耳暂明，我听上歌了，宝子们，我这599，咱这一波599可以啊，我不止听了十首。啊、二哥，那我做什么奖励呢？来，我发你了。还有 Q 版的，你看咱直播间能挂文字吗？能挂吗？能挂吗？不是不允许挂那个吗？你给我发两张。不是，你看哪个好看，你挂哪个，就是有个 Q 版的， okay. 有一个是 OK， 你挂这个是 PNG 的，那这么的吧，应该可以吧？你都挂了，应该可以挂吧？你就挂到就是这个档下，就是这一天下档、这个下播就行。好，你上面写，让你听涛哥男明星阿格里啊，哎呀，怎么突然这么当着这么多人夸自己，有点张不开嘴儿，有点。听涛哥阿格里爱喝椰子水，就这得了。啊，这么的吧，你改签名吧，改签名吧。哦，改签名是吧？好。改签名艾特我。嗯，就是爱上面必须得夸我，啊，要艾特我。啊。嗯，就可以了。然后，留到。我艾特你，然后说一句什么？就是你随便夸一下。好，然后你就现在夸了啊，你就一直留到明天的这个时候，你把它改了就行了。OK， 嗯，挂了一天。嗯，那我夸你夸你了啊。哦，你要夸我，然后我在哪个厅？这也太大了吧！哇，我怎么这么大？我的妈呀！我的妈！我的妈 ！OK，OK。朝拜你的神吧！这主路这不是怪物吗？这不，我去，超大型巨人，家人们。OK， 我连你的这个当都没有齐。不是，他不能缩小吗？天哪，他能缩小不？我可以缩小一
OK OK， 你缩小吧，你要不然你这好像也可以可以，你这直播挺尴尬的，说实话。可以再缩点。OK， 还能再小点。可以可以，还能再小点。他这个是四方格，应该不用小了。这就可以了，这就可以了。OK， 我给他摆到位置啊。我这个摆位置。能不能这样可以吗？能不能整点啥的果盘啥的？我那个好了，说什么呢？阿哥果盘，阿哥好了 ，OK， 好了，你点开看一下。不用不用，我相信你，相信你。啊、嗯，我看不到。满意了吗，朱露？哇，你这个非常满意，好帅啊！非常满意。为什么还可以这样啊？太帅了。那椰子水咱啥时候啥时候那啥呀？你发我必付。好大呀！你这那明天吧，明天吧，明天。嗯，我待会儿给他整一下。现在还明天我把那小料都给他安排上。小料，我必须安排上。OK 嘞，好帅啊！这个挺搭配，你还真别说。他们在开会，开什么会？我记得不知道。那假装不知道。我们就这样吧。行，去吧，沉淀吧，OK OK， 拜拜呢，三位哥哥，拜拜，三位哥哥，我欣赏一下火火，他们俩走了之后，我欣赏一下富平的。好，那我先走了 ，OK， 拜拜，拜拜，多好看呢！哎呦，这个东西挂出来，把我这个人保护力都给它挡住了，我这个背景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我放这儿呢，这样行吧？就这样吧。Ready， 你说我现在就像外星一类，一个眼神给你自己。真贪心呀、啊，都想显示出来。毒鸡汤有点傻，我没慌，但别生气，就拿我跟谁比嘞？你拿我跟谁比，我都不输。就算输了，我也绝对不服。你说这版图，这图做的跟对联似的，你说。刚刚那个签名我看，我没看，有看的吗？帮我看一眼。我们的糊里糊涂。你很了解我的为人，请你别给自己流下泪。没有说像我似的吧？艾特完江海。然后说一句要关注我，夸我大。哎呀，又把私生活透露给你们了，又占用公共资源了。说我帅那肯定真的很正常。十个人见我，十个人都说我长得帅，你说这上哪说理去？你说天理不难容。白白胖胖的，哎呀我，哎呀，你们是没赶上我状态最好的时候。我要是那会儿我那会儿要是干主播的话，我估计我到现在我都成老主播了，我挺疯狂的。这十个吗？什么这十个？早上起床我先拉开窗帘。你们在说什么？你们带着我呗，我。上面戴墨镜那十个，哦，再唠上玄学了，我听不懂了。哎呀你。不说了，说的又感觉表现自己了，哎呀，哎，看看今天选什么小姐姐。哇塞！你好，打不过，走了。我贼拉。
你五连胜，哥们儿六连胜，我去了。昨天战绩那是，我就打着玩儿。那前天打一把呀。行。你跟我玩吗？我没啥分儿。那我就愿意跟你玩。那我接了，来吧，咱俩前天打一把啊。行。你别罚我太狠。咱啥主播？咱平时咋玩啊？你想，你看我像啥主播？我看你像才艺主播。行，那就来个才艺。也是颜值主播吧，应该。没爱情啊！我去了，就是没爱情啊！颜值主播，我去了，没爱情。渴望爱情呗。渴望，太渴望了，真的，太渴望。行行。来吧，拉票了，老师。行，拉票了。那一会儿见吧。嗯嗯，来不家吗？感谢强强，谢强强，加一吗？站。是前一。家人们炸了，手速！哎呦妈，没震死我！39万粉丝啊，个十百千万十万，他怎么这么多粉丝啊？哎，他那粉丝是咋涨的？谢秘密密啊，谢吃土豆长大的马铃薯升七级啊！我爱你，其实比谁的道理多。买的，现在买，现在不让买，就是抓住了就封号。视频火是吧？我视频也那么火呀？那是以前最早先的时候了。最早先的时候视频都挺火是吧，那就是颜值主播嘛。我估计我拍视频的话，把我自己拍，你直接破百万，一晚上就直接破了，太狂了呀。过过加成，加我们差14个，送小心心就行了啊。哥，咋了？你能借我两个人，我把加成过了吗？行，我一跟你玩，我23个人过加成，我总共过加成还没23个人啊，真的。我行，我去了。你能去咱就去啊。感谢谢了家人。我这说一下，谢86升11级啊，谢谢。我去了，我去了，大主播，我去了。好了，感谢家人们，谢谢对面家。好了，谢谢你啊，真长了哥，我拉票了，我加成过了，我好拉票，我怕拉低你 GDP。没有。嗯，那行。还不应该呀，39万粉丝，直播间就20来个人。那如果这么说的话，我要是拍个视频破百万，直播间里也挺好，反正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了。你醒一醒，别喊我，再睡会儿。视频跟直播是两个赛道，不一样，差距太大了吧。谢依兰啊，谢依兰升9级，谢。我是你管理，我有义务给你泼冷水，请给主播留3分薄面就行。就像演员跟 idol， 演员跟 idol， 我觉得好像也有差距，好像。哎。
没啥事干，看点才艺吧。哎呀，你说可乐也不在，可乐今天给我发微叉，可乐拍个照片，下一站到常州站，给我吓屁了，我都没敢接他呀，我都没敢搭茬。吓死我了。这次就怪我自己太不小心。我不行，我谢谢一兰，谢咪咪咪，谢八六沙漠，出京四京巡游半岛蛋糕 HITTOMI， 兔牙喵，还有五月啊，谢所有家支持，谢你们 ，thank you。那个拉低你 GDP 了，我真没分儿。我那啥，我给你，你想看什么才艺？咱有什么才艺？咱会啥？其实我会点跳舞，但我今天我说实话，我来事儿了，不是很想动弹，你知道不？有点那个啥，有点难受。我能，但我唱歌还不太好听。完了那我给你唱一把行不？唱一个吧。我给你简单单唱一个，行，真实在，啥话都说。我给你来一首，没那么简单，但我唱的真不好听。我感觉你是那种唱歌的主播，你到时候你给我点评一下，真的。我情感主播，我不是。啊，是吗？我情感主播。哦，我寻思你才艺主播，也有点才艺。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，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，总是不安，只好叫喊，谁谋杀了我的浪漫？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，别的全不看，变得实际，也许好也许坏，各一半，不爱孤单，依旧也习惯，不用担心，谁也不用被谁管。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，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，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，自己做决定，不想拥有太多情绪，一杯红酒配电影，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，舒服窝在沙发里。我去了，感谢对面给的医药费，谢对面好姐姐，我去了，我唱到这儿行吗？行行行，我怕耽误你太长时间。没事没事。好听，感谢感谢，谢谢对面，我去了，你家人还给我来了个那一束花给我去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要不说你能挣钱呢，真的太有格局。行，祝你早日突破十万奖。那啥，我走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辛苦了辛苦了。那辛苦，感谢感谢，拜拜，走了，拜拜拜拜拜，一路长虹一路长虹长虹长虹，一路到李斯。所有的喜欢怒爱火热都是你，这次就怪我自己太不小心。我表弟说我唱歌像哭，为什么会这么说啊？可真不一定，还蛮可爱的，谢谢你。鹿鼎记，嗯，打 PK 输了吗？给他俩挂上了，当上韦小宝了，你说你Ready？ 啊啊啊啊啊
face, I got it lay, I got it pay. 啊啊！你好，阿格丽老师。你好，你好，老师，第一次见面。第一次，第一次，第一次。初次见面。介绍次呢，又会放声酒气。哎，你说阿格丽老师。哎，你说。我连你好几回都没接上。不可能。因为我连你的时候你关播了，所以没连上。没事，我不接成了吗？咱们玩一把呗。行，怎么玩啊？再这个人我们玩吧，浅浅的玩一把呗。可以。行，那拉一个吧。行。嗯，我看叫个谁呢。老段。看老段。欢迎沙糖君。这 SEC 说话真性感。哎呦天，别夸我老师，我受不了。他说话一直都这个样子的。其实我也可以这样。他说话一直都是这个样子。是的，主打玩一套低沉性感。丁炮是 SAC， 应是我们听的，是我们听的。是的。嗯。怎么不排档呢？没有，老师，这跟你互关以后。我能给这个拽进来吗？是。哦，你俩是比着拉呢是吧？不是，我俩就是拉，我看哪个进来，完了没想到真连上了。他问我想他给我看他列表，说让我想拉谁，我说你拉个老师，阿给老师，你快拉个老师。完了，我说我拉一下子，不能。完了，他说，哎，能拒绝了。完了，你就进来了。哦，给他拽进来，这么三打他一个。啊？没有开玩笑的。你挑吧。我这里你挑吧，你想见谁？你说吧。欢迎演。乔雀，乔雀，我连老半天了，这是我老乡。卧槽，没连上。乔雀，我老连不上。二万。欧露。欧露。李天天。轩一。竹露。小青。蛮牛。李妹。阿呆。可乐。白山，你说吧，你连谁？你说。你说。你说赵太阳，就拉他。怎么样？就拉他，你还挺肥呀你啊！怎么了？他不让跟赵太阳连麦了，就拉他了，行不行？能行吗，老师？我还没做好，不做好。你就告诉我你想不想要？我想。小鹏，你想不想？我都可以，我跟杨宗玲。你看他不是很想，他的欲望不高啊。他想。小鹏的欲望不高，那连不了了。萨克，我是你成功路上的绊脚石。好哥们儿，真哥们儿。拉呆吧，行吧，拉呆。行。嗯。能轩一。那想要轩一。轩一可以吗？轩一这会儿在黄哥吧，看一眼家吗？轩一在干嘛？给爸爸蒙风。不，轩一老师是海勒尔的是吧？不爸蒙风啊。轩一是啊，对，内蒙的。我俩一个地儿的，欢迎醉从。你也是是吧？对，我也是呼伦贝尔的。哦，你是呼伦贝尔，你是草原那边吗？是的。哇哦！呆着干啥呢？这呆子。雀总可以吗？我连他连老半天了，下回我自己连行吗？我感觉他应该在忙，他应该在现在在故事会呢。那怎么整啊？那拉谁啊？蛮牛。蛮牛可以，奶糖也可以。奶糖我连不了，我害怕的。咋的？害怕奶糖。为啥呢？好呢。受不了。红豆泥。奶糖我连不了。太凶了。哎，不是我说的啊。我看过二创。这拉谁都不进来什么意思啊？可乐。怎么现在是我等级太低了吗？现在什么意思啊？都忙的吧。孩子忙的好，孩子乐意忙忙。哎呦，哎，我知道了，我把那啥，哎呀，我是不是那个观众连线打开了？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退出去，我把那关了，关了你们再拉我行吗？好嘞，老师，没问题。嗯，萨克不敢许愿了，谁到了盆少真是绊脚石。哎呀，别喊一了，家人们，别喊一，这个都有自己的事情，好吗？
你以为我不想拉依依，我想拉，但是人家有事情，咱们就不要喊拉谁了，我就拉的都是那什么，知道吧？那你问，我不，我当俩人都说了，我人都逮着说依依了，我微微不意思意思啊？你们怎么回事？你们？一个眼神给你自己机会，毒鸡汤有点伤，我没慌，但别生气，就拿我跟谁比对，你拿我跟谁比我都不输。哎呀，这给我急的，这个一顿给下面一，我汗都出来了，我真的给我急的呀，我当时我特别想说话，我都怕他们俩在我都不好意思说。我是像妈妈一样爱你，我是真心的，尽管爱我们的互利互助。因为你很了解我的为人，请你别给自己流下泪。真狂热呀！那喊一喊的真勤啊。刚才的冲动会恨，为什么会假装的幸福来推门，嘴巴成了核武器，牺牲你和我的克制力。他没整完呢吗？啊，整完了。我看看啊，我看看拉个能不能拉进来。欢迎一兰。你好，咱们什么类型主播啊？干上餐饮了。不是真美食主播呀、啊、这是看大主播了，这是探店主播吗？我是属于今天是工厂主播。我看桌上差碗牛肉面呢，给你们看看，你见过没有？丽丽，你见过没有？怎么现在都找班上了？现在来厂里上班了，来厂里上班了。毛巾吗？这是啊，不是，这是你是不是给那个宾馆洗床单？就专门给给那这衣服啊？哦，个服装厂啊？明白。服装加工。赶上面皮了，我以为。给他穿吊牌呢，是吧？那他跑那去了呢？大半夜的。我舅这里啊。啊？不是吊牌，这个熨斗看到没？熨衣服啊。没。明白。哎呀。那下回我开播，我就在我家鹅场里溜达，我去的。可乐，你现在回家拍档，我给你刷点去。去。妈，你真上班假上班？你说真的。我在我舅舅玩呢，他舅那玩家族企业呗。我舅舅藏不住了，估计是换 W。那还排啥档？他在开工厂。这个可乐是大，可乐是算是大老板的说。给我们粉丝就有厂了，以后跟可乐拍一个档，可乐咱没二轮的时候，你看咱能支一手，能支一手不乐哥？哥，行不哥？你说了，必须行啊！你都开口了，但是你没有这，你没给过我这个机会，你哪需要我？你不需要。哥，我这周都没说过华哥，乐哥。明天来常州，给你送个华。不是，你按理是让舅送，明白吗？明天来常州啊？啊。你说你今天来常州，你在那等等我，我去接你。你这你话都不说，拍张照片，啪就走了，回湖南了。你说没有？我在嘉兴呢，嘉兴离常州更近呢。哦，你在嘉兴啊？嗯。啊。我在嘉兴桐乡这边。哦。啊，那啥时候回湖南呢？我没见到你，我不想回去啊。臭不要脸，太贱我。小鹏老师好，骚，这是骚了。萨克，骚，这个是这个叫小鹏，这个是 S， 这个SAS， 对 SAS Overload， SAS。萨克嘛，昨天我们还一起拍档了，对吧？萨克老师，对，就是老师，是的。你哎，可乐，你认证过了吗？我认真过了，所以我你认真过了，你只能开半个小时，你超了半个小时，你认真就掉了。只能开半个小时吗？只能开半个小时。哦，那还开个十分钟就差不多了。来，咱打十分钟 PK 来。你
你这种做惩罚方便。当他输了，把那衣服刚熨完的全弄皱了。你这种方便，快快快快快，开吧，就十分钟，快开，开吧，就十分钟，兄弟们，快，再整一下，快，五分钟。我来。得调一下是吧？互动比拼，行行都行都行。啊，那只有五分钟呢。行，五分钟。开了门。嗯，你拉票吧，可乐，我们听听。都不闭麦了，听听。家们上点票吧，这不行，整些短些点才艺，我给你们运点衣服啥的。哎，他妈给眼镜都开上。我给你们运点衣服。真绝呀！我给你们挑好吧，学学我。你好啊。你好，给他邮过去。你看是有运好的，好的。等我不得罚他把运好的全部弄皱了。谢谢我，谢一来，谢一坦，谢。就这泰山有喜欢的不？我说白了，你这件你就得放大马路上都不用花半百。以前市场上卖99.99，那么今天晚上来到可乐的直播间，今天晚上9.9包邮。哎呀，上链接。哎呀，300多块只卖100多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厂长是我表哥。不是厂长是大舅吗？不是。哦，大舅。这是啥型号的呀？这应该是个开衫，没猜错的话。啊、开衫。嗯，属于是那种，老前锋走的，应该是。挺 old money 范畴。什么老头乐？他卡了都。这个适合可乐吧？可乐，你这些衣服你穿过没？他卡了。让大舅发现了应该。哎，可乐是咋的了？卡了。可乐。我刚套上的。啊！哎呦！乐，舅舅来了。啊？哎，我卡了吗？那你今天一晚上就在嘉兴待着呗？对啊，我今天一晚在嘉兴待着，在我舅舅家里睡啊。你弟呢？跟我一起啊，他跟我睡一起啊。你到那瞅瞅，我看看还有啥衣服。哎呀，还有啥衣服啊？我弟在楼上直播呢，他拿我设备在直播。不是你不是这些衣服是要是生产吗？还是怎么说？就烫呀，给它烫大，给它烫平。这是往出卖的吗？就有没有是皱皱巴巴？有没有就是款式有点适合就是50来岁的那种款式的？我瞅瞅，给我妈买两件。你还说买呢、啊、他等会去拿个袋子装一下送你了都。他给他舅家你都搬完了。不是这么老些衣服丢一袋少一袋能发现了吗？乐送两件没啥问题吧？25.15那点问题都没有吧、啊、你看一下这个看一下啊，我找找这个袋子里面的衣服。我可不是暗示可乐送啊，可乐自己他明白的，明白。我可不说送什么，就是能张嘴上上二轮就靠衣服，他 就我可乐是能听懂我说的什么意思。弟弟这个怎么样？弟弟，我这个人最讨厌要了，这个谢薄荷，这啥意思？简单，弟弟，这个你看啊，这不行了，这太透了，你换一个。太透了，哦，板板正正的，很冷气声，这不透呀。我妈现在搁老家，现在做生意了，她也算是个知名企业家。你搁这，你整的这么透衣不行。整两件西服。不是你那整点板正的，万一偶尔晚上出去斗舞呢？说是。你整点那个，一出去一看这板正的。嗯。上。有点亮片的衣服有吗？我昨天粉丝说，万一你给弄走了，第二天你就要发现了，咋办？这啥衣服这是？这个还行啊，这个。这和刚才那一样吗？颜色不一样，领子不一样。它这领子是，你看板正，这领子。但是能看出这个肘巴程度应该一样。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换一个。不是，他能给你熨，他能给你熨。
啊，咱们在打 PK 呢，家们。哦哦，打 P 啊，对，打 P 啊，哦，打 PK 呢，哦，到这个事儿了，完了，二忘了忘了忘了，值了一手的吗？光看衣服了，光看十六秒，老姐，不好意思，那直露一手吧，直露一手吧，快结束了，值一手的吗？十秒了，完了，剩八秒了，值了，哥们们。哎，这个还行啊，你俩。你拉倒吧你，啊，你给你自己。感谢贺总四个礼花筒，谢谢贺总。不是这个，谢包总的恩值，谢谢。他没运的，你知道吧？都谢王，谢小我，谢薄荷，谢依兰，谢钟婉成，谢谢小菠萝，谢谢包总，谢谢钟婉成，绝育坦叶红宝冷冷，谢宋家们支持，谢谢你们。我刚，那咱们就一二罚三四吧。行，那我就罚阿格里老师回关我一下吧。谢谢你的惩罚，谢谢你。没有啊，我干十三，等一会儿我那我就罚可乐了。稍等，等一会儿。行。可乐，我罚你行吗？可乐。啊，你要我干点啥呀？我罚你把那个运板上那个衣服给它烫个洞。有了。哦，你刚才就是烫大的那个衣服，就那个小衫给它烫个洞，行吗？现在没蒸汽啊，现在气都关了。现在那个熨斗它出不来气啊，没有哦，有熨斗没气是吧？他要有气儿的情况下，他就知道了，不得给他拿熨斗给脑袋烫个洞。不是，假设说今天晚上熨斗消失在这个房间里情况下，有剪刀不？干啥？我问有没有？怎么给他剪个洞啊？哎，你自己要这惩罚的啊？你自己说的？你自己说的？干啥？你这么的？太危险了，这危险，太尖锐了。你剪掉个扣。剪掉个扣。嗯。就这剪掉个扣。等一下。冒不冒昧你先告诉我啊。没事儿。啊，没事儿，剪烂。给我剪成布条。当拖布。那我干裁缝啊。我都问你了，冒不冒昧？你说没事儿。你这么的吧，你别剪，拍个视频，熨三件，熨三件衣服的熨平。那得明天啊。出个视频，行。不，还出个视频发作品啊？发个就是每日作品，第二天就没了。发个每日作品是吧？@我就行了，就三件要不同款式的哦。行，明天上午弄一下啊。可乐老师，文案我都替你想好了，排不上档，找了个班上。怎么说？排不上档，找了个班上。对。好。嗯。OK。行，我发完了。哎，丽丽啊，你不觉得这件，你妈穿还可以？哎呀，这件我觉得。谢谢您的眼光。不是，这些羊毛，这些针织衫、羊毛衫，它都是这样的款式。哎，我这不说、啊，我这有就是有些东西你一点，有些人就懂了。这是男装女装？就是娃那儿对我都比较了解。行，这接着走吧。来吧，那个萨克，对，萨克。哦，我发盆上吗？嗯，来吧。盆不行，我罚你一辈子开心、健康、快乐吧。行，我谢谢你啊。格局，这个就叫格局，你明白吗？格局。不是，主要咱俩票相差无几，我不知道发啥。那是无几的事儿吗？那是光看衣服看忘了。光看衣服对了，光看衣服看忘记了，搞忘去了。哎，我啥都没说，为什么又给我个警告啊？为什么？恩师萨克，那完了，那第二天我跟盆儿取关了，我哥俩互关不了了。不是，我什么都没说啊。你应该等你刚才让他什么剪洞、剪布条啥的，那个也有影响，那个也有影响吗？有点什么那啥的。谨言慎行吧，谨言慎行。恶趣味。
今天谁行？不敢说话了，我们说吧。要罚就罚萨克，要罚就罚萨克，要罚就罚萨克。萨克想个想。要罚就罚萨克，要罚就罚萨克，要罚就罚萨克。你说哥？啊，惩罚完了？真尬了呀？不是没惩罚完呢？还不罚我？我没想出怎么罚盆，主要是。行吧，你想罚我都行，怎么罚都行。我就娱乐一下，随便无所谓。来嘛来嘛，嗯盆少正经不行，给咱喊个麦得了，喊麦挺暴躁。果汁吗？果汁，但是清唱可以吗？方便？方便。嗯。喊什么呢？随意，都行吧。Welcome to 东北。东北。松柏欲盖弥彰，大雪落下寒霜，关外飘向北方，苍鹰落在了松花江，青山眺望云端，脚下一马平川，什么二跨过了青荒上海关，你看人杰地灵，眺望风土人情，什么忘词儿。行，可以。挺有劲儿，挺有力道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小盆是小盆是唱啥的？说唱 rap， 也是专门干说唱的，专门干说唱，对。行，小鹏小鹏干不过流行。你说可乐老师，小鹏在哦在理啊，小鹏，对，我在理的。可乐肯定超时了，我跟你说。哎呦，别老不要听，你快下吧，你快下，我又认证掉了，又得重新认证。行行好，嗯，那咱就都撤了吧，咱各自沉淀吧，行吗？兄弟们 ，OK 了 ，OK 了，点个关注，老师点个关注了 ，OK， 咱们后面再见吧。好的哥，嗯，行，拜拜拜拜，拜拜拜拜老师，拜拜拜拜拜拜老师，欧了。可乐是真可爱呀、啊。可乐都进场该上班了都。那不对呀，我刚才什么都没说，我真的什么都没说，啪就给我个提示。你看着吧，十月明天又得骂我了。看主播这玩意儿真难呐。哎，这怎么又来了？可以。Hello， 阿格里。哎，给你们拉一个爱玩剧本杀的。你好，阿格里。你们好。浪费时间。阿格里。哎，你好。我特别爱玩剧本杀。他们说我是神童。你真的去玩过吗，弟弟？我真的玩啊，我进去就哭，他们都说玩得好。他们都说我是剧本杀手。我不会玩剧本杀，但是我还挺，我感觉密室挺好玩的，我没玩过剧本杀。哎，密室我最勇敢。我比较，我觉得密室挺好玩。阿格林不敢玩密室，不敢玩密室。密室挺好玩的。别听他瞎说。阿格林去了游乐场，玩密室永远都是只敢玩碰碰车。玩密室我永远都是冲在第一个。不是你啊，你跑的最快。不是密室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你在进去之前你觉得那玩意儿都是假的，进去以后你就真感觉它是真的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我都下 NPC， 我玩不了这种东西，我玩这种东西我会有一种，因为我长得比 NPC 还恐怖。我感觉那你说，既然老师、弟弟老师，你们说。理科生玩密室，我在听。文科生玩不了。密室其实呢，巧了，我也是学理的。就是这个东西，你要盘逻辑嘛。他们说我是神算子。你个当兵的，你学个嘚儿啊！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在里面不能学习吗？四角函数什么的。行行行。不重要。哎，下面那这叫一妹的真的很吵，
没事，你们说季然老师、地老师，你们说，我在听。既然你把你的那个音量增益调大点，都说你声音小，但是我不能调一个人的声音啊。三角还是我。既然你声音有点低。既然文风远，既然采访吗？今天、哎、好采访吗？整花絮吗？今天不采访了，今天整完了。我们这个巴拉崩巴呀，改编呢有大炮，通通的声音，还有这个，比如里面有一段民族乐，还有里面是不是有一段两分钟独笑？葫芦丝、长笛、有没有老师两分钟独笑？葫芦丝有没有唢呐？也有。嗯，你想能想象的乐器，我们那里都讲。如果到时候唱的时候没有怎么办？没有的话，没有的话，银妹儿飙海豚音嘛，从头飙到尾。有这才艺？没有，阿格里行。我是能给你来海报。阿格里有点像，阿格里有点像社交悍匪。我说实话，你们可以给阿格里甩小鱼儿。这是甩子。给阿格里那个小冰块，让阿格里放到自己的口袋里。没有，也第一次见到弟弟老师。你好，有点激动。那我给你签个名吧，签哪儿？也没那么激动，其实。给你签个名吧。我这个人比较随和，给你签个名吧。看出来了。你要是想要签名，你可以直接说，不用这样。你慢慢笑，你笑慢一点。怎么了呀？你干什么？咱们四个不是聊天吗？咱一起加入进来呗。没你们仨聊你们的。你好啊，金老师、弟老师。嗯，我给你签个名吧。前两天不是跟弟弟连，然后是没连过阿格里老师吗？就正好我看见在，就拉进来了。连过吧？我昨天还连了呢。收藏一下啊，这别人都想要都没有呢。我给你签个名。什么7777啊？我没给弟弟老师点关注呢，点个关注。OK， 行。你截图保存一下，兔签，电子兔签。这俩保存一下。这俩弯道是干啥的呀？这俩弯道，这不是字母 D 吗？哦 ，D 呀、啊。这不是7777吗？什么7777？这是弟弟吗？看出来了，也是几年没提笔了，也是。什么俩跑道呀？也是没提笔了，也是。看出来了。哦弟弟，我先聊，这俩弯道，俩弯道是吧？好，踢点俩弯道，行。我看了四个踢。我说实话啊，我看咱们公司别的那些主播的签名小卡啊，我再看看我的签名，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不行，我别签了。签呗，那啥的。你们聊你们的。你要干嘛？盆盆。不要理我。我看有些写那个祝福卡，我三年都没拿起笔了，那字儿都写飞了。没事儿，那你就今日再次提笔呗。就在又画西游啊。往事你不再想起，忘掉这是你自己，我斩不断的情是你。往日我不再想起，忘掉这是我自己。咋的？今天是说这是喊麦局吗？包了吗？文艺复兴今天是。斩不掉的我和你，是忘不掉的人是你，是你。哇，谢谢两位老师给我推荐的新歌，我都没听过。应该的，文艺复兴一下，好好学习一下。我拿起小本本，对，逐帧分析一下，好吧。咋的了，猛清醒一点。没事。这不你穿的局吗？你们聊你们的吗？我有点不好意思，我有点。你有啥不好意思的？我长这么大没见过你害羞，你还不好意思上了。你长这么大，你多大？我是阿格里时间少学老粉，我看阿格里当社交悍匪长大的。我社交没那么强，就是我感觉还行，不是比既然强点。主要是有熟人。我胎教听的阿格里唱歌。啊？我胎教的时候就听的你的歌。那也有岁数了。你这么说的，阿格里好像要当爷爷了。不是把我，我觉得我想接话吧，又觉得有点冒昧。你为什么挤一个眼啊？啊？没事，我说刚刚你怎么挤一个眼？你胃可能老挤一个眼，挤一个眼，我这是动补，可能
点没那么高级，面部有问题，面部有问题。他讲话讲一讲是面部有问题还是面部有问题？我面瘫，老师啊，我面瘫。那既然给你治，我打小就大小眼儿。既然其实是医生，你知道吗？既然是医生，既然真是医生，你不用问我。这个医生，哎，大小眼儿不影响唱歌吗？既然看见我，他就说我肯定肾虚，脚疼。脚疼影响唱歌。既然只要看见一个人啊，既然只要看见一个人啊，他就说你肾虚。他看谁的一眼，他就能看出来他虚不虚。不是，我们中医讲的是望闻身切，知道吧？你就望一下，你就说我虚。不，那你虚不虚吗？我虚，对吗？那你也没说我是阴虚还是阳虚。这个虚不虚，我是脾虚还是肝虚还是肾虚？是身体状况就没必要就拿出来说了吧。你双虚。我双虚，你得阴阳调和一下，弟弟。是是是，我虚虚的时候分叉，我双虚。你得买那种床单上都是八卦阵的那种，躺在那上面。好，各位老师，你这个鼻子泛黄。我要是用一个八卦阵床单，我说实话，运营把我绑走了，说我中邪了。你这个鼻子泛黄，你得注意一下，多喝热水。怎么说，金老师？你这个鼻子，我们讲鼻子是什么？不是，哥们儿，他哪有鼻子呀？不明显吗？鼻子讲是什么呢？这么大的鼻子，就一个鼻孔啊？下面那是鼻涕吗？这叫鼻，这是鼻尖。鼻血，那不红的吗？鼻血吗？老师，你流鼻血了，结痂了还？我瞅着你俩，我这迷的都不行了。之前就听说过两位老师，鹬蚌同款。哎我好像我们这鼻子都是鹬蚌同款啊，都小好像。我这鼻子小吗？我是有。哎呀，我有山根看，我有山根。真闷，真闷你了。打小就闷名。你这个鼻子要注意肺部，肺部。你抽烟吗？我不抽。不抽，不抽就行。我酒都不喝，不乐喝。哦，行，真的假的？你这两个千万不能沾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你这个鼻孔太小了，不出烟啊，全都憋在头里面。我走耳朵里出没事，耳朵里有洞吗？你看看，我是烟囱。我烟囱，从肚脐眼里，我是从眼珠子往外冒，呲。鼻子不通，咱有嘴呢，你最起码咱不过肺呗。老头儿，哎呀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再待下去我要笑死了。你说两句话，爷们儿，我老紧张了。紧张什么？我们又不吃人。我这就怕嘛，这不是？我们都是好宝宝。好宝宝，好宝宝。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再听你们聊下去，我就死在这个直播间了。我得。我要走了。行，你干啥去？我出去冷静一会儿。那我不说话了，你们仨唠吧，我听你们仨说。我出去待会儿，不行了。行，阿贵老师不许走。啊？阿贵老师别走啊！看上我了，大哥去沉淀就行了。你不用沉淀，你不用沉淀。不是，你才刚进来，你还没有获得过多的知识，还不用去沉淀。你总不能人家走还随身给你带着吧？对吧？我那么你是小玩具啊，人家走了，人家过来得把你拽过来，你走了，人家得把你带走，对不对？你得有自己的主见啊！你说实话，你想不想跟我们玩？玩呗。你看嘛，那你就别走啊！你想跟我们玩，你走啥呀？你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吗？对呀、啊，我遵从了，让你自己做决定了吗？对啊，我这风格模式不跟着押韵走，你的风格服于大众、啊，大众以你为中心走。你遵从自己的原理，够了，老师，别唱了，别唱了，别唱，停一天歌了，老师，停一天歌了，别唱了。不是你身上为什么这么臭啊，盆盆？你又给屎拉自己身上？我以为你说阿贝老师身上臭呢。不是，盆盆有点臭。你怎么这么臭啊？你又给屎拉自己身上了，拉裤兜里了。你不是不抽吗？啊，我没抽 啊。你是不是拉稀了？哎呀呀呀，慢点！哎呀，那你在点什么？我点蚊香吗？夏天了，蚊子多。对。蚊香你也不能闻，户外主播我是，
蚊香你也不能点，那咋整？没鼻子啊，他是公益主播，他那个他那啥，他在那个动物园里点蚊香呢，帮动物驱蚊子呢，公益主播，在小区楼下绿化带里绿化带里点蚊香呢，嗯，帮那个花花草草驱驱蚊，嗯，那行吧，那你驱驱，嗯，公益主播，咱不是好宝宝吗？咱不是，咱是好宝宝，这不是在帮你圆谎吗？你点就点了呗，对啊，你骗就骗了呗，就是呗。骗哥们儿可以，千万别把自己骗了。也不知道给声音逼一下再点，噼里啪啦的那动静。就是骗哥们儿可以，千万别把自己给骗了啊！你说你俩这有一句没一句的，我俩一般。你能不能给我俩介绍一个我俩不认识的朋友？跟雷雷老师心连心，没想到雷雷老师玩到。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不听说你们我俩关系是挺好，我的意思是能不能给我俩介绍一个我俩不认识的朋友？拓宽一下我们的交际圈，不认识的朋友啊，你想认、想认识哪方面的？随便，我要想认识跳舞女主播，你也不认识啊？我想认识猛兽。你看我像猛兽吗？不是，我说动物园里面每天早上面就是刷礼物给狮子喂鸡的那种。哦。猛兽刷一个什么礼物给喂鸡是吗？我没刷到过这种直播间，我刷到的都是一个嘉年华喝一桶大豆油。这也没啥朋友啊，再说你也没朋友，就没那没事，那就不勉强了，大家原来都是这样的。好孤单的雷雷老师，不是啊，我呀，你要么从马卡巴卡中队出来，不是我出去了就不又不好，都定好了都。啊，那你的意思是你内心是想出去的，只是现在觉得出去不好。哎呀，不能说、啊、呀。你属于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呗。也倒不是，属于是后悔当初自己做的选择了呗。那你把你们混好的音乐发我一版吧，我听听，我帮你指点一下。哎呀，其实我们都玩的一般，其实，知道吧？那知道了，这段疯狂二创艾特一下队长。听说了，我玩一般，我可听说了，可羡慕你们感情了。那我俩也不是一对呀、啊，我俩哪有感情啊？我俩不纯仇人吗？我俩我说兄弟感情，我俩也不是兄弟啊，我俩纯仇人。你这样吧，你来群星之约吧，以后你就跟你们听管说一下，听王既然罩你，听王既然罩着你，知道吧？不是我们听的记我听王。你来群星之约，我们跟你就是介绍点朋友。那你有人欺负我咋整啊？有人欺负你，报我的名呗。啊？对，有人说的啥？我说让弟弟帮他。嗯，我帮你呗。嗯。咋帮？我练过散打，我练过散打。弟弟帮你扛两下。我练过散打，谁欺负？欺负你，我打他。在群里约你，切记就说好了呗，咱有就朋友呗，又整破灭了。你来了，听我打个招呼。你就说群星之约的听王，既然可能没有感觉，没有关系，可以理解。哦，属于是我们俩自作多情了，没也冒昧了，是我们两个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雷雷老师。不是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别整，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我俩太冒昧了，没事。哎，你整的我呆不呆了？直播间，你说。呆呀，那咋不呆呢？跟你又没关系，都是我们的错，你怎么能不呆呢？哎呀，你没错，你们，我的问题我就不该进来。那你错哪儿了？我错在，所以我错哪儿了？我错哪儿了？我哪都没错呀！你到现在你那我俩没错，那你错哪儿了？你说呀！你都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，我哎，变个魔术给我，阿格里。我这形象变不了。哦，那算了。得换那个形象，那个形象没认真过呢，这个变得没效果。那好吧，你会啥魔术啊？我会的那是大型舞台剧了。人体蜈蚣。哎，不是，有点恶心。不是，我说错了啊，人体分割。你在说什么？弟弟，你有点看什么？有点，咱正常。我说错了，就是那个把人切开，那个把人切开再合上，那个是那种舞台吗？那种魔术吗？差不多吧，要不就给人铐起来。
然后就逃脱，就是变那个，老猛了。以前咱是魔术师，后来干主播了。那还行，那既然也会，既然会那个时空穿越，我会三仙归洞。既然会时空穿梭，我小时候花38块钱买的魔术，花38块钱跟人学，还送道具。三仙归洞是吧？那三个球那个是吗？就不是，是四个球，其实是四个球。手里还一直有一个，口袋里面藏一个，然后三个杯子里面各一个。咱平时玩纸牌不啊？不玩，偶尔吧。我这纸牌魔术有点狠，其实。嗯，那肯定没有纪然老师的大型那个时光穿越魔术厉害。我现在几号？27号了。喂，那我的有效天数怎么才16天？哎，你们，你给我一张 S， 你我一顿揉搓就可以把它变成一张皱的 S。你们是都在杭州是吧？嗯，没有，我在绍兴，他们在杭州。哦，那有机会，我是绍兴人，有机会的话，我喜欢喝绍兴黄酒，所以我在绍兴。那有机会的话，咱们杭州见呗。没机会，我在绍兴呢。有机会，我如果想去杭州，得既然来接我，得看既然愿不愿意接我。那既然你愿不愿意，雷老师能不去接你吗？雷老师来找你，肯定要去接你的呀。那你去杭州，那你去绍兴接我好不好，雷老师？哎，等会儿。不是，既然说弟弟说让弟弟说去杭州的话，既然去接，嗯。然后我说我要去杭州的话，嗯，弟弟说我得去接你，嗯，对呀、啊，谁找我玩谁得来接我呀，因为我住在绍兴，想去杭州玩有点远。你也可以不找他玩，我们不带他也行。没事，反正我是狗，不用在乎我。哎呀，接不接不都在你一念之间吗？是的呀，无所谓的，反正我也不是人，不用管我，没有人在乎我。要不你俩唠吧，我先退了，我。没事，不想跟我唠也很正常，不是谁都能跟我唠下去的。哎没事，无所谓的，我哭一会儿就行。没事，宝宝们，咱们又被人嫌弃了。没事，咱们小骨头们要坚强啊。没事，我再待会儿。45度仰望天空，这样就可以不让泪水滑落。当你想哭的时候，就用尺吧，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你的眼泪。等下雨了的时候就倒立。你是不是有毛病？我哪会倒立啊，哥们儿？那你就去淋雨，这样就分不清是雨水还是你的泪水了。对，这句话我不是刚刚说了吗？别低头。绍兴今天下雨了吗？下雨了，都下了，下一两天，现在应该还没停到，好像。杭州今天这雨下的老大了，确实。雷老师在哪儿？啊？你在哪儿？你那有什么土特产？我常州。你那有土特产？常州啊，常州带了两条恐龙给我吧，再给我拿20000块钱。常州有什么土特产啊？常州啊，萝卜干。那你就别给我拿了，你给我拿2块钱就行。我听说常州都是成年以后会送一条恐龙，成年以后可以去领一条恐龙。我都没去过恐龙公园里面啥样，我还没去过呢。没去过，好吧。因为我不是这边的人，我只在这边生活。哦，嗯，那你会讲常州中华恐龙园是吧？对。你会讲常州话吗？听不懂。你忘记会哈？常州话好像就你什么都会，季子然。常州话好像就是什么？说北。我大学同学溧阳的。他说他大学是溧阳的。大学同学是溧阳的，常州溧阳。哦，溧阳，溧阳的地方好啊。不许哈猫，不许哈。都是一家人的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都是猫的，哈来哈去的，有什么好哈的？那打那个架有什么用呢？还得给那个猫打烂了、打伤了，还得我去掏钱，别打了。爸爸的钱不是钱啊。哎呀，你行，你来播，这公屏在那指挥的，说话太密了。你行，你来播，开播吧。这吵种真是，你行，你播，你开播吧，我去看，我给你刷钱去。精神病吗？灯牌不加一个，在公屏说我话太密了。你行你播，有病似的像个。你行你上来播来。花臂你别看，你这人真是哪儿来的？这都是。
我在学猫。看出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雷老师什么时候来？什么时候？我吧，我后面会去吧。是搬过来还是来玩？我离得比较近，我就不搬过去了。那边开销太大。常州到杭州也就一小时吧。差不多吧，多吧。行，到时候我们约打个篮球。行，可以。嗯。阿格里老师，我问你个问题，别太难就行。你对我俩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反问我们。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？我想知道我在你眼里的第一印象是不是那种可可爱爱的小男生？是。是你太是了。那既然是什么形象呢？既然是，沾点沾他们。沾他们是啥？绅士，嗯，就可能说话的语速吧，可能就是看人是很准的，老师也一般。雷老师在我心里，说实话，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比较稳重，然后呢，声音又很有磁性，然后呢，是那个 Listen and Gentlemen 是吗？Ladies and Gentlemen 是那个是吧？不是你别让我扔啊！你少抽点啊！哎，点蚊香的公益直播，帮楼下的猫猫狗狗驱除一下蚊虫。我家猫现在搁旁边躺着呢，现在。注意身体健康。我特别健康。压力太大了，太焦虑了，跟我聊天。谁呀？你聊天有压力，主要是你别跟他聊，跟他聊点有压力，他这个人容易给人上强度。你说我吗？我说既然容易给人上强度，还好吧。我都 gentleman 了，我还强度什么？我都 gentleman 了，还行。那我奥特曼呗，你 gentleman， 我奥特曼。不嘻嘻。哎，觉不觉得我们聊得有点干巴了？就是有点没话硬聊的那种感觉了。这特别好，特别好。果真吗？我这特别好，我就喜欢这种。直播间的人数已经说明了一切问题，都掉了多少人了？说吧，说出来让我们开心开心。我也没掉，我也没少掉，没掉反增的。你说，没掉反增，你说。我准备下播了。蹭也是蹭了二位流量了，也是。哎呀，我俩哪有流量啊？我俩哪来的流量啊？没有。我想看看雷雷老师平时的状态，总感觉今天还是有点局促了。没有，我有点。我有点慢热，不是慢热，我有点社恐，就是。那咱俩差不多。哦，有点社恐，就是有特别熟的人在，我还放得开一些。你跟谁特别熟？我给你拽一个进来。我跟谁都特别熟。我给你拽一个人进来吧，你认识。啊，不是，你应该认识，你跟他肯定特别熟。给，这个你认识吧？拜拜，行，你去吧，你早点休息啊，既然别忘了录歌啊，别忘了工作的事。你好，给你介绍一下。你好，不知道阿格里老师吗？我俩一起进步过。你好，袁老师。就是你俩也进步过。哎呀，袁老师穿这身是要睡了吗？对，你马上。那我这身你怎么不问我呢？我这不也睡衣吗？哦，你身体没拉出来，我没看着，你看着。没看着。我不能拉出来，我得拉厕所呀，拉不下来得给200块钱的。弟子老师，叫的还挺生疏的。丽丽老师，哦，不是叫我呢，丽丽老师啊，哎，这，哎呀，那，哎呀，那还挺尴尬的，那还，真是，哎，那这个你认识吗？我再给你拽一个，这个你认识吗？你看看，哎，丽丽老师，哎，不是叫我的呀，真是怪尴尬的。不会是369或者三鬼吧？不是，他俩没在这会儿。他俩好像联系中的，没看见他俩。好，你拽个看一眼。这是我们的时代，我马上，我不存在，才意外。震撼到我了。跟你介绍一下，徐来，这个是粮食车抢不上粮食那个。
啊，你好，雪莱老师，第一回见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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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。今天粮食抢上了吗，雪莱老师？今天我一般我有那个啥，我固定班接粮。哦，就今天这个班没接上粮食。第一回见。对，抢的时候没抢上，但是雪莱老师他点关注呗。我点过了，老师。阿格里老师认识雪莱老师吗？我认识雪莱老师，第一次连，第一次连。雪莱老师也是给你点过了，老师。你怎么跟谁都是第一次连？我真的，我连麦很少的，真的特别少。那你平时都干嘛？我平时自言自语，发呆，头仰望四十五度。是王医生，王主任吗？啊，对，我这个朋友症状有点严重，平时喜欢自己跟自己说话。不是，就这个症状的情况下，我说实话了，治好了可能也流口水。徐来老师，没事，阿格里老师，我给你请世界上最好的那个口水布的制作人来给你做口水布。有心了，兄弟们，有心了。正常的，都哥们儿，也是应该的。哎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为什么我们五个不？为什么我们四个都没有鼻子？四个人就我没队伍。我有啊。你那跟没有一样，你那鼻孔，我说实话，你那鼻孔，说句不好听的，抽烟的气儿都出不来。我也有啊。粉刺长脸上了，你。哎，等会儿，徐来，你等会儿，徐来，这个等会儿，那刚又红的是什么？你等会儿，徐来，这跟我很像。哎，啊，怎么了？这是他鼻孔，你拉远点，我看看。你再来一下。哎，你你再来一下，你别离那么近，你离远点，来。这是刀疤吧，知道吗？那是穿膜，你怎么个傻子？啊，那是穿膜吗？嗯，那是穿膜到我嘴里，我嘴上好哪儿了？我说你鼻孔上怎么长个嘴呢？什么鼻孔上长个嘴呀？你自己说实话，你那离近了不像嘴吗？那我这个能不能也穿个嘴出来？有点像。我看看啊。我这不行，看见里边的脑子、哎，看见脑子了，空空。看见脑浆了是吗？这是我的脑浆。行，里边的空空的。行了，你们仨聊吧，三位老师，我得下了，我要睡觉了。这么早？啊，我今天早上八点起。八点起这个点就睡了，老师。八点我都不定睡了呢，我说实话，八点。我五点半就起了，老师，我这个点。不是，既然说你们八点起是真的呀。对啊。你们八点起来干嘛呀？啥也不干呢，发呆，发呆，说话，那不精神病吗？来找一下刚才那位王医生。你是，那你主要是早睡早起，精神头会变好。那你下午午睡吗？不午睡，这下午的时候都在打篮球，这两天约篮球呢。天天下午打篮球？隔一天一打。不是，老师就养精神头就是为了打篮球？也不是，就是精神头好，整个人都会，就是。最近还喝药吗？喝，肾补回来了吗？这么的，兄弟们，我要那啥了，你要溜了，我知道。我们战队要开始讨那什么了，要那个、讨论了。行，你们去吧，那你俩去吧。我先去了，咱们明天再连，行吗，兄弟们？好嘞，去吧。谢云老师，谢弟弟，谢这个徐来，点点互关，你我先撤了，拜。嗯，好嘞。徐来老师，咱俩也第一回见面，徐来老师。咱俩有互关，老师你忘了？进步过，共同进步。可真不一定，怎么感觉碰上对手了？哎呀妈呀，我坐在那我都流汗了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，他们一句接一句，我一小嘴我都插不上，我太难受了。我想说很多的话，但是我说不上，他们说一句这接一句那接一句，我插不上嘴儿，我真难受，我不得劲儿，哎呀。感情就像天气，有时阴有时晴，所有的喜和怒爱或乐都是你。今天晚上想想对策，以后要是连着他们，我说死他。今天晚上就看一篇论文。
下次 baby 可真不一定。把我的伦理那些什么知识什么都输出啊，他们听不懂。所有的喜欢怒爱火热都是你，这次就怪我自己太不小心，但下次 baby。 连依依他们在连麦吗？这点还在连麦啊？莫名其妙扣了点原子，我还问他是什么，凭什么扣我的原子，他说你开会不来，我凭什么不扣你的原子。哎，这不是阿格里吗？格里先生吗？阿格里吗？你今天11:15了还没下？不是，你那个后面是什么呀？我真的要感谢银妹，帮我传了一个好局。他后面是关爱丽丽，人人有责。整个一个群口相声把我听懵了。我都傻掉了。什么局？我前面没有看见你们，你们都在连线，然后呢我就看见弟弟和纪然在连，我就进去了。进去了之后聊了会儿呢，我就看见阿格里一个人待着，我就把阿格里就拉进去了，然后我说我有事儿，我就出来了。阿格里在那里一直待着。弟弟的局，我们昨天连的是弟弟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弟弟不是昨天说没连，好像没连过阿格里吗？我就给他拽进去了。拽进去之后，然后他们就彻夜畅谈，然后我就说我有事儿，我就先出来了，我就出来了。漂亮，丽丽，他跟你 battle 了吗？嗯，他跟你 battle 了吗？赢了。你赢了还是他赢了？我只能这么跟你说，赢了，这波很强势。一顿对线，他一点，咱一点亏没吃啊，咱一点亏没吃，还没捞到什么好处。该买装备咱都买了。几个人头啊？啊？几个人头啊？哎，你不知道笑卡了。你不知道，我跟尹妹当时一路，尹妹就到野区了，然后我打二之后，他又来了个队友，来队友说两句，不是来队友捂着两下之后，他队友又走了，又来一个。不是，他们说你被在那控。你被控住了，你刚刚。我被控住，我免疫啊。免控。我开屏障了。咱没有那个啥，咱没有那个叫巫妖之祸。对呀、啊，水银妖。不是，咱没有女妖，咱没有女妖。实在不行，女妖有魔，女妖是魔法盾。后来我一个疾瓢，我就出来了，一点便宜没占啊。一点便宜没占啊？为啥不用闪现？那个啥 CD 没好。CD 了。我闪出来的时候，他想闪来着，没闪出来。啊，丽丽，你开心吗？丽丽，啊，你开心吗？这个局怎么散的呀？我很好奇，那这个局怎么散的呢？这个局怎么散的呀？就是说，阿格里给我发了个私信，救救我。然后我教了他一招，他才出来的。丽丽，看看那个动作呗。还得是你告诉我出装啊。看看那个动作呗，啥动作？那个我肯定告诉你该出什么装备啊！太好了，耶耶耶耶！我刚才跟 T 五博弈，家人们，出来了，一点亏没吃，他们一点便宜都没占。真的呀，丽丽都插不上话，不可能。不可能，绝对不是我。我跟他们唠得非常好，我给他们唠都唠懵了。阿格里啊，我提一个小小的简单的要求，那就不要好不好？不要停。不是很想停，就是咱们四个下回见面的时候，能不能把那刚才那个动作咱们就是来一下子。但是我能给你们提个意见吗？你不用提、啊、我不听。你们都提完了，我也能提个意见吗？你说做可以，能不打我吗？可以我们肯定不打脸。不打不打，我肯定第一时间给你拍照，给你发抖音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，然后丽丽就火了。
包火的，包火的，那得是兄弟们的，为你的事业操心。你们对火这个事儿有偏见吗？你们太不像呀！快了，谢谢水蜜桃店长，谢谢。我要准备下来，我明天早上起不来了。你那个录了吗？什么？你的那个歌啊？啥歌啊？丽丽好像还没看群啊，没录呢吧？对呀、啊，抽烟。一共两首，一个团歌，一个达拉崩吧。达拉崩吧，我整完了。团歌也得录，明天得用。明天得用、啊、你。别，你得让人火箭师连夜弄。对，对啊。哎呀，贝贝都懵了，我跟你说。那还不下等啥呢？搁这。要不你去找贝贝，他撒撒娇呢。不是，那个团哥你们录完了？啊、哦，我还没有，我完事了。那就是。那我得那我去弄了，我明天早起，我八点主持呢。学到一个点就记住一句，这不是幻觉。你看，跟我一样，挺简单的，他就那几句。关于小团子，谢谢。哎，那我就把那歌弄了吧，你们仨唠吧呢。都下吧，我也得录，都得录。咱们一块儿下吧，咱们一块儿去，一块儿去二丫。妹儿不还要重、那个、还要重新录呢吗？还要。对对对，那个贝贝有话说，咱们还要录是一些话。OK， 一块儿都下吧啊，上二丫吧，行，OK， 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吧 ，OK， 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好，就不告诉你们二丫地址，气死你们，走了啊，哎，就到这儿吧，家人们，然后这个感谢家人们一整天的陪伴支持，然后希望你们今天开心，然后我们早点休息，明天见吧，好吧，我要开始忙我的事业了，哎。谢谢你们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晚安，拜拜。毒鸡汤有点伤，我没慌的，别生气，就拿我跟谁比对。下班了，哎。什么会假装的幸福来推门，嘴巴成了核武器，欣赏你和我的克制力，不是早就说好了做自己，怎么成为对象互对不服气，最佳配套成为对家，会看着负能量击碎了我们的盔甲，自顾自地说的拜拜，明天见吧，请跟我回家，有了那些保护自尊心。